罢了罢了啊，微微啊，你看，有那么多的律所，还有那么多能干的律师，到时候我随便找一个派过去，就算是无意间折在里边，那也不是你送他进去的。不想打，咱就不打。你是我女儿，没人能强迫你做任何事情。你说的是真的吗？那当然。只是这段时间呢，听着任天宇就行了。我为什么要听任天宇啊？任天宇知道我们那么多的事情，他是什么人，你我都心知肚明，不是吗？我想问您，十几年前任天宇家发生的那起车祸，究竟是误会，还是您亲手所为？微微，你不觉得你对任天宇的关心有点过了吗？猎物就是猎物，开心了，领回来一只作为战利品，如果他亮爪子，就把他除了，这有什么可惜的？对了，最近有没有见过博文呢？我希望你能帮我一个忙，帮我保管这个，万一有一天博文有事，请你把这个交给任天宇。天宇，博文不见了，你要帮我。进来说。我去医院找博文，护士说他转院了，可是又不知道转到哪里去了。出院手续查了吗？查了，可是签字的那个人我根本就不认识。我怀疑是王大下的手，王大竟然对博文下手了。你先别急，其他医院查了吗？也查了，根本就没有。天宇，我该怎么办啊？博文还生着病呢，他不能停止治疗啊。王达应该不会对吴博文怎么样，毕竟那是他亲侄子。只是次，王达对女儿都可能下手。对于王达而言，吴博文还有利用价值，所以他暂时是安全的。只是就像你说的，如果他停止用药的话，后果不堪设想。我担心的就是这个。我真的不能让博文出事，我没有办法给舅舅交代。天宇，你一定要小心。王大对舅舅、对博文都能下手，对你就更不可能是心慈手软了。我觉得律师协会的事情只是一个警告。我知道。我不想让你出事，你斗不过王大的。你那些不择手段在王大眼里根本就不值得一提。不说这些，先找到博文再说。到底是什么目的？文静，说什么呢？你说那个吴玉警到底是什么目的啊？他明明是自首进来的，对犯罪过程应该供认不讳啊。可是他为什么说只跟任天宇说话呢？也许他是想知道些什么外面的消息啊？难道是什么只有任天宇知道的信息？
任天宇来一次，他说一点，挤牙膏啊。可能吧，这么恶劣的案件，他也知道自己轻判不了，在拖延时间呢。是吗？吴一景之前交代过，他杀雷万是因为雷万碍着他的事了。张浩伦他们刚从雷万的会计事务所回来，拿回来这些，我看过了，业务上没什么问题，但有一点，他生前关注过中业集团的几个并购案子。是姚真他们家吗？他们最近好像在做战略布局，收购了好多有潜力的公司，股票也一直在涨，看起来形势倒好。不过雷万为什么要关注他们？吴一景的公司是做 FA 的吧？对，做财经顾问的。中业集团的 FA 就是吴一景他们家做的。碍着他们事儿了，难道说的就是这个？那并购的公司有问题，还是他们在布什么局啊？潘晓黎，你查一些中艺公司的股票情况。截止到今日，已经四个涨停了。这要是出事儿，可就是大事儿啊！搞不好姚真家会破产的。那你们赶快通知一下姚真啊！在商业领域，我一窍不通的，但我觉得这个是一个不好的消息。还不能告诉他，现在咱们证据不足，万一是我们想多了呢？你给我说清楚，罗文到底怎么了？我还想问你呢。我去医院的时候，人家说他一周之前就转走了。转走了？我让薇薇好好照顾他的，他是怎么做的？我在这里守口如瓶，他却带走了我的孩子。他要敢动我孩子一根毫毛，我让他死无葬身之地。你能不能冷静一点？在这个时候失控，对你对我都没好处。都现在这个情况了，你还打算替他们扛啊？你来告诉我这些，目的不会这么单纯吧？我目的是不单纯，但是我的目的是什么，你心里不清楚吗？报仇，那是血债。你不过就是被王达推在前面的那个人。当年的并购案和现在中艺集团所做的一切，你都不是主犯。如果你不配合调查，你会错过最后的被从轻处理的机会。你还犹豫什么呢？现在博文生死未卜，我绝不能轻举妄动。人家王达就是抓住了你这一点。你觉得等你心甘情愿被判完了之后，你儿子还能全身而退吗？总之，在你们没有确定我儿子安全的情况下，我什么都不能说。好，那我问你另一件事儿：当年的那起车祸和江源到底有没有关系？怎么可能没有关系？他可是当年那起商业并购案的东家，他可没少拿好处。拿完了就装作不认识，想把自己撇得一干二净。我是说，有没有什么直接关系？任天宇，你还在想为了江文静替他父亲脱罪吧？在当年那起商业并购案里，哪怕江源对那起人为的车祸并不知情，行，但是有你这句话就够了。哎，等等，微微这个人对人是苛刻了一点，但说到底他是被王达利用了，到时候希望你能拉他一把。我不希望他落到和我一样的下场。放心吧。在哪儿？我要见你，现在。当年的那起车祸和江源到底有没有关系？在当年那起商业并购案里，哪怕江源对那起人为的车祸并不知情。行，但是有你这句话就够了。干嘛又到这里来啊？
干嘛呀？我想你了。所以你说你找我有事的时候就这事儿啊？啊。别闹了，怎么了？我查了雷万的会计师事务所，基本上可以确定他的死是因为知道的太多了。这个我知道。而最近的经济大事件里，也只有中意集团的并购项目可以让王达和吴义景下如此黑手。公安那边也去过会计所了，查到的跟你一样，雷万生前关注过姚家并购案的项目。不过我不明白，仅仅是因为这个就值得吴义景杀了雷万吗？雷万知道的可不只有这些，这只是个导火索。他约我见面，说有重要的事情要告诉我，可是还没等我们对接上，他就出车祸死了。我怀疑他想对我说的不只是中意集团的并购项目，很有可能跟我爸妈当年的死也有关系。雷万也知道？对，他当年是吴义景的属下。哦，我知道了。所以吴义景杀了雷万，不只是因为碍着他事儿了，还有其他别的原因。不过天宇，你要不要紧啊？虽然吴义景自首了，但我觉得危险都还在。要不然你躲躲吧。我不会躲的。这边你不用担心，但是那个并购项目我被人中间踢出来了，没法继续跟进。可是你们检察院可以继续查。好，不过我得约张警官去车祸现场看看。注意安全。嗯，那我先走了。文静，反正你现在也查到姚真他们家了，频繁的在他那边跟他见面不太方便，也不太安全。接下来我们一起查这个案子，不如你就搬回来住吧。如果可以的话，我现在就让阿姨把房间打扫了。那我考虑一下。天宇，怎么样？舅舅有没有说博文可能去哪儿？在你舅舅的罪名落实之前，博文应该很难回来了。舅舅会上诉吗？你觉得他敢吗？薇薇，你不能一方面担心你舅舅的安危，一方面又替王达松了一口气，迟早都要选一下。你让我怎么选啊？我怎么选啊？一边是我爸爸，一边是我舅舅，我能怎么办？我到底该怎么办啊？这是什么呀？跑了很多地方，找了很多关系，现在律师协会已经发表声明，你在之前的案子里没有任何违规操作，那些案子也都撤了。为什么要这样？因为我跟你说过，无论发生任何事情，也无论什么时候，我都会在你身边，尽量的保护你。刚才我也答应吴义景了，不管后面的路多难走，我都会尽全力保护你的。这雷万的案子不是已经有人自首了吗？张警官，我们觉得这个案子没那么简单，肯定有什么漏的。你们怎么想的？事情虽然是吴义景做的，但这背后绝对不止吴义景。这一点我们也在调查，但是你知道啊，这吴义景现在是什么也不肯往外说，只要求见他的律师。我们现在暂时也无能为力。另外，雷万当时来到现场是约了任天宇要给他一样东西，但是我问过任天宇，他也不知道具体雷万要给他什么东西。所有的涉案物品我们都看过了，没什么特别的，都是一些随身的物品。
所以，你们是怀疑这个东西有可能掉落在现场吗？不可能。当时我们已经四处调查过了，并没有看见雷万究竟把什么东西丢下。没用的，这监控啊，我们已经看过了，只能看到雷万被撞的经过，但是看不清到底有什么东西从他身上掉落。后来我们勘测现场也没有发现任何物品。凡是做过的一定会留下痕迹。张警官，我想再看一次监控录像。行，看就看吧，我去向上面申请，你们先回去等消息啊。走。喂，姚振，你在哪里？我现在正要去签约啊。哎呀，我今天都快忙晕了，刚看到你电话。怎么啦，金美皮？签什么约啊？并购啊。不知道，我爸最近在弄一个文化产业布局嘛，刚收购一家制作公司。发布会半个小时之后就开始了，我现在正赶去会场呢。我先不跟你说了啊。雷万当年是替吴义警做事的，我托人查过了，当年办这个案子的老检察官已经退休了，但是归档的是尹川。一会儿我自己去超市买菜就行了，你回去陪可儿做作业。好啊，尹处，余处，尹处，我想问您一下，十几年前是不是有一个很大的经济案，也是跟吴义警有关系的？好像有这么个案子，怎么了？我怀疑吴义警杀人跟这个有关。是吗？我好像也有印象，这是师傅的案子，当初是你归的档。应该是，那我得回去查一下旧档。好，那尹处余处，我先走了。好。这丫头，刚来的时候还是一个天不怕地不怕的小丫头。她现在也是天不怕地不怕的。我就是感慨，一个人的变化有时候是悄无声息的。成长了吗？那成长总是好事啊。大忙人总算把你约出来了。哎呀，你不知道，我最近因为我爸的事情都快忙死我了。喝点什么？橙汁吧。服务员，一杯橙汁，一杯美式，再要一份甜点。谢谢。说吧，有什么重要的事找我？没有重要的事情就不能约你出来了？真没事儿？你最近这么忙，没回去看看你爸呀？我妈说了，我爸最近忙得都不着家。干嘛突然问我爸？哦，就是想看看中艺集团那边最近怎么样啊？挺好的。哎，对了，你说你去签约，签什么呀？我给你打电话的时候不是跟你说了吗？一个制作公司。这家公司前几轮都还不错，年报也挺漂亮的。我还看了他们公司的财务报表，截止到去年，公司营收有6723万。你也知道，中艺瓶颈挺多年了，最近一直飞速发展，股票一直在涨，估值也……不是，佳文静，我爸没犯什么事儿吧？你一个检察官突然跑来问我，你在走访调查？想什么呢？白痴啊你！我就想提醒你。没事抽空多回去看看你爸。另外，吴义警被抓了，我听说吴义警的公司是在给中艺集团做 FA， 你也回去劝劝你爸，最好换个公司做 FA 吧。这事我听班长李烨说了，公司现在正准备换掉他们呢。
下，你们的东西好了。谢谢。谢谢。行吧，用。哎呀，最近都快忙死我了，累死了。我要跟我爸商量一下，忙完这一阵儿要出去旅游，不然一直这样人会垮掉的。是啊，我知道，中艺集团呢让你受了很多委屈，姚世伟对你很不公平，没有兑现他的承诺，所以说你才更要把这些资料卖给我呀。但是请你放心，我不可能给任何一个人讲这些东西，因为咱们两个现在是一条船上的人，而且只要你把这些资料全给我，我一分钱都不会少你的。我保证，一言为定。还没有确切的证据，中艺集团的并购案都进行得太快太顺利了，中间隐藏着巨大的隐患，光是中艺集团的财务报表可能就有两份，这一切隐患都是被人压下来的，但是一旦爆发，中艺可能面临着巨大的难题。姚真他们知道这事儿吗？打算怎么应对？我之前问过姚真中艺的近况，得到的都是正面的回应，我也是今天早上才知道姚家有麻烦了。如果说吴艺景早早的被雷万的案子给控制住了，但是之后的一切还能够井然有序的进行着，那么背后有王达在操作这一切的说法就说得通了。既然说得通，那赶快派人去调查吧，控制相关的人，让姚振家不至于没证据没人报案，我们哪来的权利啊？还有，我听说这个王达是个什么慈善家，社会影响力还挺大的。据我所知，工商部门已经接到过相关的资料举报，但是因为没有证据，只能暗中调查。啊，正好，严律，你现在跟进一下。好。江文静，你现在的消息都是从任天宇那儿得到的吧？任天宇是林薇薇律所的股东，应该是可以拿到准确的文字资料和证据的。我尽量争取一下吧，但是这个案子他可能都没能参与进去。你有没有想过，他自己还在接受调查呢，为什么还要给吴艺景当代理律师呢？我给你看些东西。任天宇很有可能和当年的案子有关系，这一点我们都忽略了。任天宇之前说过他父亲生前留下的证据是跟这个案子有关啊。他父亲就是当年并购案中死去的那个审计，其实当年院里有怀疑过这是一起故意杀人案，因为时间点太可疑了，但是因为证据不足，当时定性为交通肇事，当年的那个肇事者也已经落网十几年了，那个人叫赵德柱，你在监狱轮岗时见过他母亲。他赵德柱，关于当年的车祸，有什么想要补充说明的吗？我在这儿都坐了十几年牢了，现在再问我这个，有意思吗？我已经落网了，难道你没什么想说的吗？吴艺景，
武警是这样，你们问错人了吧？赵德柱啊，你在牢里也待了好多年了，还跟我们玩这套呢？你是真不想出去是吧？警官，我真不知道你们问的这个吴义警是谁。当年我就是喝醉了酒，把人给撞死了，牢底坐穿我也认了。这几个人你还记得吧？记得。本来你早就可以出去了，就因为跟这几个人打架，又判了几年，没错吧？对啊，刑也加了，罪我也受了，那你们还想怎么样？看来你不是装蠢，你是真的蠢啊！为什么你每次快刑满出狱的时候就会惹祸上身？为什么监狱里那么多人，他们偏偏故意挑衅你呢？你不觉得奇怪吗？这有什么奇怪的？狱警已经提审了这帮人，他们招认是有人花钱故意雇他们挑衅你的。这是他们口供的笔录。我想，是谁花钱雇的，你不会不知道吧？赵德柱，吴义警压根儿就没想让你出去过。不可能，不可能！你说你不怕把牢底坐穿，可是你母亲呢？你想过她吗？她在外面等了你那么久，就连前段时间过世的时候，最后的心愿都是再见你一面。可是你呢？你什么都不知道，就替人当了替罪羊，而且被他们一再算计，就连你母亲过世的时候你都没有办法回去送终。赵德柱，这都什么时候了，你还不说实话吗？什么事儿啊？不能电话说，非得当面说。天宇，你的怀疑不是怀疑，是真的。什么意思啊？赵德柱承认了，当年就是吴义警指使他撞死你父母，并且伪装成交通肇事，并且一定要置他们于死地。天宇，你父母当年的死不是意外，是谋杀。你这么多年的判断没有错。我就知道。是，请你控制好您自己的情绪，不然我们将终止会见。五分钟。
你为什么连我妈都不放过？为什么要赶尽杀绝？是啊，我也想问，为什么要赶尽杀绝？你背后的人是不是王达？你别问了，都是我做的。你有这胆子吗？你有这能耐吗？你不看看你这德行？是，我这德行。行，我背后是有人，那就是江源。车祸之后，他给了我一大笔钱，那是他给我的感谢费。他才是罪魁祸首，最后利益都让他得了。你要算账，找他算去。你不会为了江文静手软了吧？你的能耐呢？你的胆儿呢？吴玉景，你别装了，早晚有一天我把你们全查出来，谁也跑不了。你去查。你知道是谁最后把你给供出来的吗？谁呀？赵德柱。他全找了。你个忘恩负义的狗东西！先别骂了，这个案子肯定会再审。如果他知道他后面会被判死刑，你觉得他能饶了你吗？他能饶得了王达吗？好，即便他不把王达拽出来，你觉得公安不会顺藤摸瓜把王达给抓起来吗？只要王达被抓，他一定以为是你把他给供出来的。到时候他该恨你还得恨你，你儿子该死还得死。平心而论，我觉得我跟你儿子一样，我们都是受害者。只要你愿意配合我，我绝对保他安全。好，那你去找一个人。谁？依兰。院里非常重视这起案件，从现在开始，我会接手本案当中所有的经济问题。江文静，介绍一下情况。目前，吴义景交代了故意杀害雷万的手法还有动机，尚存的疑点是由动机牵扯出来的另外一宗案子。我听尹处简单的介绍了一下十几年前的那起诈骗案，手段和中义集团现阶段的形势很像，不知道我们是不是可以干预一下中义集团的并购。中义集团目前没有什么实质性的问题，一切都只是推测，所以检察院现阶段无法介入，只能以十几年前的那个案件作为切入口，调查雷万的真实死因。现在吴义景故意杀人案的审讯已经快到了，如果再查不出什么来的话，就要按照现有的证据链起诉，到时候他背后的利益集团可能就真的挖不出来了。我们是不是再问问吴义景啊？反正时间紧迫啊，雷万的案子马上就要开庭了，一旦宣判，我们再想调查这个经济案件就很难了。一定要让吴义景再吐出点什么拖延时间。你们继续调查，我来申请延期。好。严律，你这边一定要盯紧了，随时向我汇报动态。明白。王总的意思是把中义集团的股票全部抛掉。嗯，好的。
王达又抢先了一步杀死了依兰。他们怎么那么嚣张啊？他不怕被抓吗？他们一个个都是棋子，王达把自己摘得一干二净。如果我们不掌握什么实质性的证据，根本搞不定他。现在雷万死了，依兰也死了，我真的不知道该从何下手了。既然证据是吴一景给你的，那让吴一景开口恐怕才是唯一的办法。吴博文神秘失踪，一定是被王达抓去做了砝码。如果我们找不到他儿子，他根本就不可能开口。但是在吴一景背叛之前，找到他儿子的可能性几乎为零。那我们就拿王达一点办法都没有了吗？中义集团那边呢？那边进展怎么样？中义集团并购了很多次公司，如果只有一家公司出现问题，根本不足以影响大局。但是如果每一家公司都是问题公司，那足以把它拖垮。王达他们在中义集团股价相对比较低的时候，大量买入了他们的股票，然后内部有人里应外合，去怂恿他们用大笔的资金买一些负债累累的公司，之后做假账，营造出来一片虚假繁荣的景象，在股价最高的时候将其一股脑的抛售，最后一本万利。这姚振他们家怎么办啊？中义集团的并购确实存在问题，之前并购那几家公司法人都已经联系不上了。中义集团的总裁发现问题之后呢，向公安机关反映过情况。并购事件背后的操控人是否涉嫌犯罪，目前还没有足够的证据。还有你说的那个吴博文失踪，由于吴义景不肯报警，所以公安机关没法直接插手，现在只能等待失踪者的家属报案。哎，那咱们检察院岂不是毫无办法了？暂时无能为力吧。另外，中义集团这个案子牵扯的比较深，介于你跟姚真之间这个关系，你懂的。你得暂时退出这个案子，我再给你安排其他的工作吧。好的。张警官，找我来这儿有什么事吗？雷万车祸案发时你在现场，事后你还来找我，说你非常关心这个案子，希望我们尽快将肇事者绳之以法。前两天的坠楼案，我们通过视频监控发现你也在。你能不能跟我解释一下，为什么这两次案发时你都在？我还想有个人给我解释一下。这是什么意思？雷万给我打电话说有东西要给我，结果我们两个还没有对接上，他就被人给杀死了。依兰呢？依兰的情况几乎一样。你说的他们要给你的东西是什么？我不知道。陈律师，你不觉得这个事情非常蹊跷吗？每个要找你的人都被人提前针对，提前下手。这很有可能就和他们要给你的东西有关系，你不会真的一点都不知道他们要给你的东西是什么吧？我真的不知道。好吧，如果你能想起来什么，希望你能尽快告诉我，因为这对案件的侦破至关重要。还有啊，任律师，作为朋友，我有必要提醒你，万事当心。好。
他们家的鹅肝真的超级好吃，我今天要吃两份。还有刚空运过来的生蚝，你不要跟我说你今天不吃鱼啊。生蚝也是鱼类的一种。你以为这就完了吗？天真，还有一个特别好吃的冰淇淋在隔壁。裴小黎，哎，你干嘛呢？你不走啊？啊，没事，走。嗯，你是不是有什么事瞒着我？一剑劈开黑暗，飞剑无视我构成的宣判，雷声轰炸心脏，盼望雨过太阳，为下走而守，放手一战，听欲望在叫嚷，心内乱，冲撞邪恶的锋芒，一路杀，仗义心下，永远不投降。我听到这一时候下巨浪，破无语迷团，让恶魔胆寒，我不怕不哭不退让，对所有的魑魅魍魉宣战，心别忘，万分之一的希望，这世上善恶参半，心境谁擦亮。我听到这一时候像巨浪，破无语迷团，让恶魔胆寒，我不怕